炖肉先制汤，醇厚的秘诀来自一块牛油。花椒、香料、辣椒，小火爆香。这辣椒的讲究也让我打探了小半天。我们做卤肉的辣椒大概有七种，他们辣度都不尽相同的，但他们在辣的同时还需要香，香的同时它需要这个辣椒的醇厚度和颜色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。大火熬煮，直至香味溢出，融入汤头。牛肉肥肠改刀成大块，让肉欲达到极致。炖煮也有胖妹家的道道。牛肉它需要的是一个汤要浓，让这牛肉的浓度更强。那肥肠我们都是需要那个浓的汤，一块肥肠吃在嘴里，它是滑不的口的。